愤怒了。我的妈妈把我包成这样。好了，东东，我们要出门了。你要追追吗？感觉他是到了睡觉时间。好了，东东，好，妈妈知道你想睡啦，你的睡觉时间，好，知道，好了，知道，好。爸爸，我们今天要来带刚出生的弟弟报户口，那顺便来看一下说我们这一次总共可以申请哪些补助，一起办一办。我们赶快进去吧，不知道里面要排多久。等多久？现场的人蛮多的。然后，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吗？好，还蛮快的，轮到我们了。好，三个名字还是整叠给你好了，我都放在里面了。户口名簿也要吗？好，谢谢。那等一下，生育补助也可以在这些办吗？生育补助跟劳保的补助都可以一次。有四个，我们有少算一个吗？没有，还有健保。看一下，总共有这些可以办：生育津贴、育儿津贴、劳保、生育给付、健保。阅读写不走的吗？对，彤彤记得彤彤的在桃园也有拿过，从桃园的袋子都是这样子的。那我写一张这个签，现在有封起来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美好动物园。我觉得他现在都不错，他现在都是给那个就是台湾本土的作家的书。2019年意大利插画展得奖作品，有注音呢，彤彤你可以自己看，而且字也够大，小心不要被割伤了。很实用的礼物，马上就派上用场了，对不对？小刺猬在哪？哦，所以这每一页都是在找那个小刺猬在哪，对不对？妈的观察，今天要去哪？你看呢、他说骆驼要去沙漠去上班，骆驼，美人鱼到他的传说动物区，鳄鱼先生的沼泽区有点远。沼泽区，鳄鱼先生在这。应该在这吧，问一下小朋友的资料，好，爸爸的资料，然后账号。我们办完了，要不要？对啊，幸福之门，这是结婚拍的啦，这是结婚做纪念的。我们要再结婚吗？彤彤，那有个机器人呢，好酷哦！你要来试试看吗？你要跟他说话吗？你好，请稍等。彤彤，他会跟你说话，来。您好。我是 Pepper， 最可爱的 Pepper。机器人会。对，机器人会动哎。所以我们今天办好了这四个项目。那总共可以拿到多少钱？生育津贴是多少？生育津贴桃园的部分是每个月3000块，然后生育津贴不是这个吧？哦，那是育儿津贴，对，生育津贴是一笔而已，就是3万块，桃园的这部分是3万块，存到那没关系，那也不是重点。好，生育津贴是3万，然后育儿津贴是桃园是每个月3000。3500吧，刚刚说是3000，是哦，所以一年是36000，乘以12嘛，一年36000可以领到5岁，36000再乘以5，就是18万，这样是18万，育儿津贴18万，生育津贴3万，
再加上劳保的生育给付，你这边劳保一个月的给付大概是30,000，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啊，劳保给付差不多是一个月的薪水，所以总共就是18万加30,000加30,000，就是24万。我这边要更正一下，主要是劳保生育给付的部分，我本来以为是一个月，那其实是2个月，所以我老婆的薪水，劳保投保的薪水是每个月30,000多元，就当作是30,000比较好算，可以领2个月，所以是60,000才对。那生育津贴的部分，桃园市可以领30,000，育儿津贴的部分每个月3000元，一年有12个月，所以一年可以领36,000，可以领到5岁，所以育儿津贴可以领18万。那总共的金额就是30,000加18万加60,000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总共可以领的正确金额是27万。但是不是一次给你的，是分好几次慢慢给你的，对不对？要健康长大，要健康长大，可以领到你5岁，分5年慢慢给他了。最大笔的那一笔18万是分5年慢慢给他。你的尿布奶粉钱。然后在户政事务所报户口啊，办这些补助比我想象中还快办完。我本来以为要很久呢，或者要跑好几个窗口，没有，一次很方便，比我想象中快非常多，就结束了，还有时间来公园玩一下。慢慢下来啊，是慢慢的。对啊，你现在才意会到多大笔吗？我本来以为是24,000而已，24万。但是不是一次给他，是慢慢给，慢慢给。也不是给他，是给妈妈跟爸爸。对，就要把你照顾好，让你安全的长大。对，补助一些尿布、奶粉的钱。毕竟养小孩24万来讲，其实只是杯水车薪啦。真正要养一个小孩，养到大几百万都不够。你有看你怎么养啊？看你怎么养。像养宠物一样也可以啊。但是很好，还是很好啦，很感谢政府的这个补助啦。就是父母小子，我的补助总是很好的。好啦，拜拜，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了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赶快拍，让我才忍得住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了。